对对对对对。另外一种呢，就叫感伤的失恋，也许可能是他用情用得太深，爱得太深，所以呢就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感伤。长处嘛，你会寄喜帖给我，一定都只看到我的短处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加长我所有的短处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你的喜帖，我也不还你了。Thank you.
短处要加长就对了啦，加长所有的短处，还有，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也不能打扰你们太久，不能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忍耐，感谢你们忍耐到现在。对了，接下来是最后的一首歌了。我们来唱那个我们的老人唱的歌。这首歌呢也传唱全球的一首歌，因为那首郭英男也拿来唱那个叫什么奥运之歌。这首歌是郭英男的爸爸阿公那个年代就已经，对，郭英男阿公他的在上之前很早之前就这首歌曲，阿美族马兰阿美族的一首传统的歌曲。其实这首歌以前郭英男常常在唱的时候，我很讨厌这首歌，因为他每次都在我睡午觉的时候我唱这首歌，把我吵得到睡得不好。讨厌这首，只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会全球传唱这首歌，就不得不唱它了。Oh, yeah.
谢各位朋友的耐心等待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会儿。那等一下下半场有老有干的演出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